的健康守护者，张斌秀传健康园区。张斌秀传健康园区，我们效仿美国的 Mayo Clinic 的精神，以全人为中心，让有病的病人来这里享受他的健康恢复，让健康的人来这里参观并充实他的医学常识。深耕本土，广布全台的医疗体系。这里是彰化县的鹿港小镇，有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以及淳朴的民俗风情。本着让小城镇也有大医院的服务理念，秀传医疗体系在此深耕发展。1973年，黄明和总裁在故乡彰化成立黄明和外科诊所，本着创新用心视病由亲的理念，逐步发展成全国性的医疗体系。目前全台有8间医院，1间皇家会所，约3000多张床位，秀传纪念医院、台南市立医院、台北秀传医院、竹山秀传医院、高雄市立高山医院、彰滨秀传健康园区、田中仁和医院、园林和医院、秀传101皇家健康会所。秉持回馈乡里的理念，黄明和总裁选在彰滨工业区内建设结合医疗与休闲的全人照护医院，彰滨秀传健康园区，融合本地特色，整体设计融入鹿港的古典风采与西方的科技美学。腹地广大，共占地8.5公顷，园区共有医疗大楼、心理健康中心、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中心、医学研究大楼4栋主要建筑，整体的软硬体设施就耗资了数10亿元。人性化医疗服务，身心灵健康园区，为了让生病的人可以安心疗养，也让健康的人达到休闲与促进健康的目的，医疗大楼的整体空间以人的5感需求规划。走进园区，没有刺鼻的药水味，只有浓浓的咖啡香及悦耳的钢琴声。饭店室内装与服务，舒适的候诊空间，让人感受豪华舒适。开放式挂号柜台及随处可见的行动挂号车，让来宾轻松地完成挂号、批假等手续，减少等待时间。民众在园区内随处可见墙面电视，提供及时看诊序号及最新资讯。手机下载 APP 也可随时知道看诊序号，安心参观，避免冗长的等待。领药区设置人性化的服务，领药时有专人代位奉茶，由药师送药到您面前，并细心说明用药方式。彰滨秀传健康园区除了医疗的服务，还结合食、衣、住、行、娱、乐等各项设施，国际会议厅，兼具会议厅及电影院双效功能的场所，不仅提供民众电影欣赏，也可以再次举办大型研讨会及各项庆典活动。人文艺术馆，当当展出名家作品，让艺术融入医疗与生活，使病患及家属接受人文艺术的熏陶，提升心灵品质。医学博物馆，利用科技模拟人体各种器官的功能，透视人体器官，并结合学理、寓教于乐，启发学生及民众的医学知识与兴趣。园区还结合商店街，让民众可悠闲采购，
并在充满南洋风情美食街享受到鹿港在地美食。进入张斌秀传健康园区，即展开一趟身心灵健康的休闲之旅。国际级医疗水准，全人照护，头家御医，张斌秀传跟随着世界的趋势，不断引进高科技医疗设备，希望能精准的判断病症，为患者提供从筛检到治疗优质的服务，并且强调以顾客为中心的全人照顾理念，突破传统独立科别各自看诊的医疗模式，将相关的科别整合成共同照护中心。例如针对糖尿病患者成立班廷俱乐部，将新陈代谢科、肾脏科、眼科等整合一同会诊，方便患者治疗。针对癌症，则以医疗小组召集相关科别共同做整合照顾，提供咨询及治疗，为提供民众更便捷快速的医疗服务。秀传医疗体系推动全院医化，并建制行动医疗照护系统，可连接智慧型手机、平板电脑，在医师会诊及病房巡访时，可及时调阅患者资料做解说，使病患了解病情。头家御医制度追踪患者的返家后的情形，把每个家庭都当作医院的头家来照顾，为民众的健康把关。现代医疗美学无国界医疗服务，为了落实预防医学，张斌秀传特别针对现代人的需求规划不同健康中心，高级健康检查中心采专人服务模式，医疗团队阵容坚强，提供完善的医疗检查及咨询，以先进的检测仪器迅速准确提供完整专业的健康检查，健康管理 VIP 套房，希望让就医环境也能享有度假般的服务，令人放松。因此以低调奢华的空间设计，搭配柔美的灯光，营造出温馨舒适的住院环境。除了病房，还特别设置视讯会议室，方便商务人士使用。维纳斯医学美容中心，近年医美风气的盛行，自成立后便广受欢迎，提供多元化的方案及客制化的专属疗程，针对东方人特殊的肤质，引进新型医疗美容仪器和技术，为每一位贵宾开创美丽人生。乐活舒压中心，拥有饭店式服务与专业医学结合的医疗减压中心，除了优质的医护人员，更结合各领域专业师资，以乐活的健康概念缓解现代人因压力引出的问题，活化身心，激发潜能。国际医疗服务，张斌秀传本着医疗无国界的服务态度，国外人士可用电话、视讯或 email 联络秀传国际医疗服务团队。医师以视讯和患者沟通，事先做来院前的咨询，医师评估确定后再安排进一步治疗。宾客到达院区后，从报到、诊治、休养都有专人全程陪同服务。许多欧美大陆人士来院接受膝关节置换术、微创内视镜手术等，完全是客制化的医疗服务。提升心灵健康，研发预防医学。除主建筑医疗大楼外，张斌秀传还新建了心理健康中心及医学研究大楼，发展人类心灵照护及未来疾病预防的研究。心理健康中心，
为因应现代人压力剧增，心理治疗与心理健康的维护需求而独立建构，提供了完善的医疗服务，设有门诊、药局、游戏治疗室、多功能球场等空间，医学研究大楼，以人类疾病预防为方向，延伸发展口水生物指标与细胞治疗，聆听各界优秀的医疗与研究人员，内设有动物中心、组织银行、共同实验室与 GTP 级细胞治疗培养室等空间设备，进行创新、卓越与实用的预防医学与再生治疗研究，创新研发，培育亚洲卓越。张滨秀传健康园区还设有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中心。微创手术主要是利用内视镜或配合机器人协助进行手术，伤口小、并发症少是国际间外科手术的趋势。因此，黄明和总裁积极争取与国际驰名的法国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合作，取得授权，在台湾设立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中心，斥资数亿元打造占地1500平的环状实验手术平台，由马赫斯克教授带领的专家团队，包含了24个国家，超过330位全球知名微创手术专家，其中不乏相关教科书之著作者，一个专科领域轮流来台指导。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中心每年有600位以上来自世界各地、日本、大陆、新加坡等国的外科医师前来研习，举办的课程包括消化系、骨外科、泌尿外科等内视镜微创手术课程。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中心另设有研究发展部，专责微创科技研发，例如三维模型重建、2D 转 3D 内视镜、手术扩增实镜、手术机器人等，以创新科技辅助临床实务，用新品质保障全人健康未来。秀传医疗体系以创造卓越医疗机构、营造优质健康城镇为宗旨，长期深耕社区医疗服务，透过卫教推广活动提升民众健康观念，并在社区设置血压站及举办四癌筛检活动，让医院走进社区，推广预防医学观念，促进全民健康。秀传重视品质提升及人员教育，透过体系间各项的成果发表及竞赛活动，分享经验与交流心得，持续性的提升各部门之医疗品质及促进病人安全，因此屡次荣获国内医院评鉴优等与 JCI 国际医院评鉴认证。创新严谨的服务随着两岸交流深化，吸引每年自浙江、江苏、四川等地超过6000人次的大陆卫生官员及医疗从业人员至张滨秀传参观，来院学习管理理念和医疗技术，促进两岸医疗交流。张滨秀传秉着实现健康地球村的梦想，希望走在时代的尖端，为台湾医疗的可能性努力，全方位守护每个人的健康。用心创新，视病由亲，张滨秀传健康园区。